嘉义县二零一九年十八日嘉年华将要伫咧十月初六登场，伫咧布袋镇新闻地红地的地中广场来举行，有千人十八日演技苏波在家音乐会、渔村体验和狮王争霸等等一系列活动，千人演得数有120桌，渔村体验70个名额，成本每一桌3500块，体验价小小杯一桌只要2500块，名额真有限，想要吃美味报名就爱趁早。千年三百戏院以及苏波在家音乐，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，地点在新闻地方处的地中广场，民众会用品尝到丰盛的三百戏飨宴，并在湖畔美景、快乐星空下，聆听知名艺人以及重磅乐团的演出。馆长王章良12号在馆府来宣传行销，担任三百戏代言人。甲读书现场制作三百余卷，做伙邀请民众秋天来布袋镇新闻品味湖畔音乐会的三百余美食。啊，我想大家知影，三百余伫嘉义县这段时间都量产，9到11月，你伫咱全台湾食到的三百余，大概10尾三百余内底都有6尾是嘉义出嚟的三百余。那三百余会当讲是台湾人的鱼啊，而且台湾人对三百余真有感情。那咱新闻的沙白鱼啊，拢是用咸水啊来养殖哈，所以伊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。那包括虱目鱼有很多的加工品，所以在那一天呢，虱目鱼宴里面就可以吃到所有的沙白鱼的相关的生鲜或者是加工品。那我们一共有120桌，那从记者会开始，我们开放让大家能够来订桌。那每一桌的成本呢？至少在3500块以上。秋天是品尝三百鱼最美味的佳节。三百鱼办到是由新闻地区的新鲜三百鱼作为食材，搭配着布袋白虾、海尾料蛤蟆、闽南往来，由在地料理达人现场制作10项特色风味餐。另外，还有杀王争霸，由评审团来选出三百王以及上好食的三百鱼。社经新闻蔡文东在观察和报道。